剪得刚好就是唱青，季风剧场由唱青冠名播出。故事情节设计太多会显得复杂，太少又很无趣。好故事就应该像唱青一样，要剪得刚刚好。唱青零添加，成分一点不多，美味一点不少。唱青酸奶邀请您观看《妻子的选择》。到底想干嘛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是来吃饭。给你打电话，你挂我电话。我跟谁在一起，你很清楚。我在哪儿吃饭，你在哪儿吃饭？我住哪家酒店，你住哪家酒店？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奥利奥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南孚电池29年销量领先，聚能环三代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马小欧，我来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回来了！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姐呢？来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你姐飞机晚点了，你不知道几点能回来。哎呀，我还给她买了她最爱吃的螺蛳粉，放那儿呗，等她来了再吃。那咱就不拿回来都妥了。那咱不等了啊，飞机还不知道几点呢啊。行，先吃着吧。来，大我给你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你看，闺女，我来。好好好。哎呦，行了，好，多喝点。妈做这肉特嫩，你尝尝。嗯，尝尝。好。嗯。一块。好。嗯，好吃。你瞧，饿的。这个也好吃。嗯。你呀，就是嘴甜，哄你妈高兴啊。我妈今天做这个，比平时好吃100倍。真会说。你也不回来，你姐也不回来，俩人都说忙，再忙也得好好吃饭。嗯，你看瘦的，我一点都。你听我说，太瘦了，这人的免疫机能就下降了，完就爱得病，各种感冒啊，什么病都得，知道吗？我一点都不瘦，你根本就不懂现在的审美，就我这样的，别人还嫌我胖呢。这个啥，韩潮啊，就喜欢他瘦。现在年轻人呐，跟咱想的不一样。韩潮呢？他不是说了跟你一块儿回家吃饭吗？啊，嗯，没事，坐牙了。他说他今天忙，嗯，今天不过来了。吃啊，赶紧吃，趁热吃。我吃饱了。都这么晚了，我估计我也等不到我姐了。妈，爸，我不帮你们收拾了啊，我先走了。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嗯，走了。哎，嗯，要下雨了，你带把伞好不好？不用了。
哪天再来呀？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啊，你能不能提前给我发个消息？不能措手不及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我男朋友约会呢，你一个电话我就过来了，我多给你面子。看看，姐妹了不起。干了。哎，你这什么？哎，小胖，你最能喝，你喝这个。看看，又胖了，胖不少，还挺骄傲。说什么呢？我呀，怀孕了。什么胖呀？这么帅啊？这23呀，这算晚婚，这24可就算晚育了啊！那可得抓点。够意思了。什么情况啊你？没什么情况。不是你说我怎么样啊？有情况吗？你问我，你怎么样啊你啊？没事儿。是我干什么呀？你这刚从北京回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在北京一年多，也没个信儿啊！你跟我说说。我谈恋爱了。谈恋爱了，我们都是惊喜还是惊吓呀？大学的时候那么多人追你，一个都不同意，你这是是不是特有钱啊？最主要的是要对他好，好吗？也是啊，同意。我看呀，也是特别帅，要不然我们小奥怎么看得上眼呢？是不是？不仅帅，不仅有钱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关键是对我超级好，超级疼我，超级爱我，把我捧在手里的吧。哎，男人你得不能惯，你抓死死了，小孩子玩玩放松，知不知道？不能惯着，别给人教坏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这哪是教，我这是事实。不管什么时候有好消息，你们四个都得来给我当伴娘。行，必须的，没问题。你给我们看的照片啊，干杯。喂，哎呀，说了马上就到了，没事别打电话了啊。喂，马上就到，别打了。喂，喂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刚刚在换屏，当然不开手机了。刚换完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吃饭？还没吃饭，我给你带点吃的回去。
先生，所有数据都帮你弄好了，你看这个旧手机你怎么处理？旧手机你帮我处理吧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，方糖，方糖，对不起啊，这修手机修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耽误了吃饭。哎，我给你打包了小龙虾，你出来吃吧。箱子怎么搁这儿了？方糖，哎，方糖，你怎么出去了？我等你也不回来，出去吃口饭。啊，我给你打包小龙虾，帮你抱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我去洗个澡。早知道晚点这么多，就不让爸妈在家等咱吃饭了。我已经提前跟他们打电话了，让他们先吃，待会儿咱们到了随便吃一口就行。喂，小雨。喂，姐。我跟你姐夫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我可能等不到你们了。不能陪你去你最爱的螺蛳粉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你已经回韩朝那儿了是吧？啊，没关系，那咱们明天再约。这辈子我最开心的就是你做我姐姐，希望下辈子我还是你妹妹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姐夫很快就到了。喂，小雨，你在听吗？小雨，喂，小雨，你在听吗？喂，小雨，怎么了？我再打一个。嘉伟，帮我拿点水吧。好。我先去帮你打水啊。嗯。Thank you.
谢谢。这水太烫了，我去餐车给你打点凉水，给你兑上吧。这样你能喝。我去了。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。列车前方运行到站是南极站。本次列车全列禁止吸烟，感谢您的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take this train. Next stop is 南京南 railway station. Smoking is banned on this train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你怎么也在这辆车上？你先原地别动，等着我去找你。站陪我下车好不好？嘉伟，啊，你不是去打水吗？方腾，你去哪儿？我洗个手可以吗？我陪你。娇嫩肠胃好，妈妈少担心。感谢合作伙伴合生元益生菌的大力支持。时尚自然营养品，感谢合作伙伴思维师的大力支持。爸妈，早点休息。姐姐，我做噩梦了，我害怕，你下来陪我睡觉好不好？
高嘉维，只要你再回头看我一眼，我就原谅你。你在这等我一下啊，地方有点窄，我去把车开出来。行李我来放啊，你别管。我来吧。你让我想想，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吧。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齐总，有一个女性读者平时可能看过其他人的文章，当然也看过您的，有一天呢就跑到我们公司的公众号里来留言，求助的内容就是她的男朋友对她始乱终弃。咱们的值班编辑就以您的口吻从您的书中摘抄了一段内容回复她。怎么回复的？在这儿您看一下。哪个值班编辑啊？是我。你的问题我回头再说。裴姐，你能说简单点吗？然后呢？简单点就是那个女孩私信给你的内容被公开回复放到了网上，吃了安眠药自杀未遂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情投意合的录制之前把这件事解决掉。你们给我拿出一个方案吧。哎，大宇，我们的公众号上不是有标注吗？任何读者的来信都有可能被公开回复，对吧？有。把这个标注再强调一下，重点提醒。好。老公啊，在开会呢。你等一下啊，那个我先接个电话啊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着急打电话？怎么还打电话呢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上班时间别给我打电话。好几天没见了，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几天没时间。还有个事儿，过几天我妈生日，你看咱们怎么给妈过个生日。你妈过生日，你决定，你安排好吗？帮我给她买个生日礼物，到时候我钱转给你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还有好多事儿呢，挂了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什么了？哦，这是包是吧？上次啊，我给你订包的时候，突然想了，是不是也应该给汤姆太太订一个？她毕竟是我客户，我得上她节目了。
那我这包不会也是你们公司准备送给客户的礼物吧？当然不是了，你这个包是我亲自订亲自去取的。哎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查我的刷卡记录。真的，这么贵的东西放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们公司管理可真够随意的啊。这事儿归谁负责呀？你去查一查，说不定在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呢。你不用查，这事怪我，估计他们跟我说了以后我忘了，最近事儿多嘛。不是，不就是个包吗？你看你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公司，啊，让财务好好帮你查一查这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不用那么麻烦，现在这奢侈品都是有编号的，明天我拿着这个包和编号去商场里问一下就可以了。行，查，好好查，查清楚了你心里也就踏实了。你爸爱吃皮，别喝了。到哪儿了就别喝了。你这个身体一顿最多二两，低压八十，高压一百六，再高一点就该去医院了。你要是没有高血压，这瓶都是你的。爸，今儿喝不少了，改明儿我陪你喝。嗯，好，听你的。吃饭，吃饭。平时吃饭呢？还是要以肉蛋奶为主，蛋白质摄入很重要。那海参我给你们放冰箱了，平时懒得做饭呀，搁锅里下两个扔粥里。妈，你那边药应该今天刚好吃完吧，我明天带你复查。多亏了你啊，蒋宁，你妈这样子我一个人也照顾不来，大玉天天不在家，一回来管我喝酒。他也是为您身体好，是吧，大玉？小玉在的时候从来不管我。你现在都关心起来了，有用吗？上的事情是你跟爸说的，你别看爸当你面那样，其实他很担心你，他就是嘴硬。那天他问我，我就说了，你之前答应我的。我知道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但是我希望你搬回来住，我怕你一个人在外面照顾不好自己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
她从来不查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她百分百信任着对方。她相信这世上有幸福甜蜜的婚姻，就像她从小看过的小说写的一样。但是女人的直觉就像一根无法隐藏的针，时时提醒她，让她无法视而不见。孟唐，你爸爸早点打包吧，我有个很重要的会议得先走了。嗯。你晚上几点回来？今天晚上可能稍微晚一点。收到消息，钱茂那边啊又有动作。因为这个节目，又不知道他会想什么招来，所以我得跟策划部的人开个会，想想怎么对付。行，慢慢吃。谢谢老婆。哦，你们到了，在后门等我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好，聊了啊。嗯。哎，陈经理，你能不能再把后门的监控调调我看一下？因为院里的基本上我已经都看过了，也没什么线索，我想再看一眼后门的那个监控。这我很快看完我就走。那行吧，那我帮你调出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过去了，你看一下。嗯。小欧，马小欧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在你家，你到哪儿去？你赶紧回来！你几天没回家了？我很担心你。你收到留言以后，赶紧给我回个信儿，行吗？让我知道你平安，啊？那对父母因为女儿的事儿在那闹，我根本就拦不住。这样吧，你把他们请到会议室，说我马上就到。明白。
这人到底去哪儿了？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几个五分钟了？刚才已经通知过齐总了，他今天有点忙，实在是抱歉。齐总一定会给您妥善处理这个问题，放心吧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整个公司就是欺负老实人。我跟你说，走走走，找他去，走走走。叔叔，您不要激动，您冷静一下。我真不听你的了，我就找他去。等什么等？不能等。哎呀，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齐妙，我因为有些事儿耽搁了，这个让你们久等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别说这些没用的啊！您坐，您坐，咱们慢慢说。我就问你，我女儿的事儿怎么处理？我做什么做呀？先坐。哎呀，叔，咱们坐，有话慢慢说，好吗？是这样的哈，阿姨，叔叔。那个我呢，因为公司啊最近特别忙，事儿特别多，所以他们呢也没有跟我说的很清楚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这个事情呢，好多细节我都不太清楚。不清楚？什么叫不清楚？这都多少天了还不清楚？我这不是忙。我女儿现在工作没了啊，天天自己关在家里哭，叫都叫不出来。不是，先停！你说你什么意思吧？是不是装傻？没事没事，你去吧，我来。什么别吵！叔叔，你别碰我！您别动气，动气容易伤身体。喝点水。不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不。您啊，消消气，我跟阿姨说吧，好吧？阿姨，嗯，是这样的，我的公众号呢都会提前标注。所有的读者来信都有可能被公开回复，这个叫提前知情权。我不知道您二位明不明白？什么叫提前知情？不懂啊！你别拿那个什么知情权蒙我们啊！你写那个我都看过了啊！你那说的是人话吗？不是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就问你安的什么心？叔叔，您真的别激动，您听我说好吗？嗯，我不知道您上不上网，像微博啊什么的。有什么事儿哈，咱们完全可以坐下来慢慢聊。您说呢？吵闹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，咱们当面解决不是更好吗？哎，对呀，咱们现在不就是当面面对面吗？那你说吧，说清楚。你说，我女儿现在每天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，医生说她是抑郁症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抑郁症啊？那个大宇，去找找好的心理医生。介绍给阿姨，然后让帮助阿姨的女儿疏导一下，赶快恢复起来，好吧？咱们还是应该尽量做的。好，阿姨，这段时间您女儿的这个看诊费、医药费、营养费，我呢愿意负担一部分。其实吧，从理论上说呢，您女儿的这件事情跟我个人和我的公司。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出于人道主义，我还是愿意补偿你们一半的，您看行吗？补偿啊？还人道补偿？你以为我们是来要钱的吗？啊？你以为我们是拿女儿来要钱的吗？我养了20年的女儿，昨天跟我说她不想活了，她想死。好好的一个人，都让你给毁了，都是怨你。你说你怎么补偿？你想怎么补偿？你能怎么补偿？我怎么补偿？这样吧，你们跟我助理说，我还有事儿。大宇，你来处理一下。这是你发现吗？我站着，别走，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。是他出轨的呀，他连这个家都不要了，连孩子也不要了，伺候婆婆六年半的人是我呀，他还是个人吗？吴女士，我想问一下哈，你刚才说你老公出轨了，那你有最直接的证据吗？这还能怎么实锤呀？我能上电视来编排自己的男人吗？别，我觉得您现在情绪有点激动，您稍微冷静一下啊，您听我跟您说一下。你说你老公不愿意回家，不愿意管孩子，这个也只是你的逻辑，并不是他的决定。你怀疑你老公出轨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，对吗？所以也仅仅是你的怀疑。我觉得你首先呢，给自己找点事儿干，哪怕是出门见见朋友，喝喝咖啡，做做美容，购购物，
这样你的注意力就不会每天都纠结在这件事情里面，然后每天都盯着你的老公，这样你的情绪会越来越失控。万一是你冤枉了你老公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巧合。小美，下午有空吗？咱喝下午茶。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他们什么态度？他们好了啊，你别再气坏了。你说，到时候我是顾你还是顾闺女啊？生气了。你，我想帮你们。我想先具体了解一下关于你们女儿的一些情况。我们家女儿以前特别乖，特别听话，爱说爱笑的。这自从看了那个什么情感专家的那个书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。你问孩子他妈。是啊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好意思，齐总，迟到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第一次迟到吧？对，因为有一些事儿，所以耽误了。你来公司一年多了，也没耽误过什么大事儿，天天这么跟着我也挺辛苦的。上来吧。对了，我给你买了个包，我正好前两天逛街看这个挺适合你的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小票在里面可以随时拿去换。上来。谢谢齐总。小王，别走四环，走机场二高速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能省16分钟。开车吧。我来了。你不是不喝咖啡吗？怎么今天喝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备孕不顺利啊？查出什么了？行。你不说，我就陪你坐着。嗯，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，就是心里特别烦，想让你过来陪陪我，不然我怕我一个人胡思乱想。生理期了，行，你想让我陪多久，我就陪多久。但是，你要真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跟我说，千万别憋在心里，知道吗？高佳伟，小王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找你好几天了，你为什么老不接电话？我真的很担心你。你告诉我在哪儿，我去找你行不行？我真的很想见你。好。你在哪儿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不想让你找到我。
但我就忍不住想找你。回来的这几天，我每天都来这儿，小区门口、停车场、你家楼下。抬头看着你们家的窗户，我就在想，你和你老婆在里面会做什么？会说什么？你会怎么圆那些你说过的话？我甚至就想在那儿遇见，我想遇见你们两个人。你知不知道多少次，我就想从这个楼上去，把你们家门敲开，把这破事儿说清楚，这样我们就都解脱了。小红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外面说，不要来我家。你先上车，我送你回去，咱们在路上慢慢说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日子不好过，我的日子比你还不好过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上车，我们再说好吗？上车。我也觉得可能是我多疑，你也知道他们那个圈子，同事朋友有的时候动作亲密一点，就像他和奇妙，我觉得非常正常。你知道吗？我最无法忍受的是他因为这事儿把毛毛给丢了，而且最终……你慢点说。最重要，他不说实话，他一直说毛毛是在东门丢的，可明明就是在北门外头。这是找狗哎！你瞎说，让我怎么找？他也不是对毛毛没有感情，可宁可这样也不跟我说实话，他就是不想让我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，他见了谁。如果你是我，在杭州他那一系列奇怪的行为，加上他那根本解释不清楚的包，小美，不是我乱琢磨，但是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，我真的不敢细想。你别慌，先冷静一下。我就问一句啊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高嘉维真的有外遇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你好，方糖姐。硬的。这个包，你见谁背过吗？我想问问你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你觉没觉得他有哪里不对的地方？这嘉维吧，事业有成，一表人才，这周围一堆花姑娘缠着。哎，男人就怕这个。哥，那个，万一。